爷爷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世子舍得就好，有舍才有得，有离别，才会有重逢。哎呦，人一走，话都开始酸了。我这是有感而发。哎，你头上那什么？头发。 头发上边，哦，给你的神符。将军临行前要我将神符转赠你用，这可是西楚传国之人。你不是也把大梁龙穴送给他了吗？一个赠神符，一个送大梁龙穴，你们这一个个的全是败家子，哎。世子。 下一站往何处啊？上阴学宫。